大家好，我的新产品小波哲学认知进化营又和大家见面了。这是一个全新的产品，也是我互动性最强的产品。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运营，今天推荐给大家。平时我在各个平台上会收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职业发展的、人生困惑的、情感问题、学习成长，还有亲子教育的。发现很多问题都非常具有代表性，非常值得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从别人的问题里面找到自己的答案。于是有了这个认知进化营。这是一个在线学习互动的社区，大家拍课之后加入专属的社群，不会操作的同学拍课之后可以私信我。加入进化营有六大权益，第一个是专属问答，你可以在这里一对一的向我提问，我会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话题，针对性的回复，给出我自己的思考和建议。第二个是读书打卡，在这里我会推荐一些精品的好书，一起共读打卡，并且分享我的读书心得还有读书的方法。第三个是话题讨论，大家在这里可以分享自己关心的话题和困惑，我们群策群力，用哲学思维去洞察事情的本质，找到最佳的行动策略。第四个是案例拆解，结合我过去几百个咨询案例，涵盖企业管理、个人成长、职业发展，还有亲子育儿等等，通过真实的案例拆解，在别人的问题中找到自己的答案。第五个是在线沙龙，我们会每月举办一次在线的讨论会，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已经举办两次了，大家讨论都非常热烈。最后还有干货下载，你可以在这里下载过去的精品视频的文稿以及各种思维导图和资料。这不是一个纯粹的教学社区，而是一个用哲学思维解决现实真实困惑的互动社区。我们一起面对一个个真实而具体的困惑，一起分析和讨论问题背后的底层逻辑。重要的不是所谓的正确的答案，而是通过哲学的思辨给你带来看待问题新的视角和解决问题新的方法。或许正是别人的一句话、一个故事、一个观点，会让你茅塞顿开。现在进化营里面已经积累了几百条我的高质量的哲思分享，也回答了几十个具体的问题。傅培荣老师说，没有哲学的人生是盲目的，没有人生的哲学是空洞的。在这里我希望用哲学思维去解决真实的人生困惑，把哲学知识转换为思维认知，让你既懂得很多知识，也能够过好这一生。学习了很多知识并不等于提升了认知，认知是对知识的领悟和运用，并在实践中指导我们做出合理的判断和决策。不断用哲学思维深入问题的本质，去剖析和解决问题，掌握哲学思维的方法论，逐渐把哲学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融入你的人生。最后诚挚地邀请你加入我们的认知进化营，让我们在这里自由表达，积极互动，提升认知，共同进化。